扇形车库是用来保养火车头，甲予伊洗头的所在。日本京都铁道博物馆也都有一座。在铁道博物馆的上楼顶，可以当看到五重塔，甲着京都火车站。最重要的是这座扇形车库。现在这个扇形车库一定是做做老火车头的保养和公共的使用。台湾在中华也有一座扇形车库，好个在真多有心爱乡土的人给保存下来。扇形是够开放啊，咱的扇形是一点无啊。哦，啊，这只是天皇坐过的火车了。阮这普通的老百姓去坐，唔知头壳会晕未？这个扇形车库内底所收藏的老火车头，拢是火车迷哦，上喜爱。诶，人的文化保存，佫有一种叫做近代化产业遗产。哇，有火车入来，来，点点啊欣赏哦。